能够顺利的进行。大家还记得吗？刚刚才踢完的世界杯足球赛，过程是真的非常的紧张和刺激，而且撼动人心。不过最令人感动的就是所有的球迷朋友又能够再一次回到现场，为你所支持的国家呐喊了。那样子如常的生活回来咯。过去因为疫情而停滞下来的梦想和计划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要来大展身手了。今年